三儿，信封瓮从创建以来，还从来没人能破过这个阵。今天就算丁远山在，他也破不了。我劝你还是自我了断了吧。那也未必。 局长，丁云奇，你确定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儿行啊，这什么时候上去的呢？男小个儿。哎，这身手厉害啊，这什么时候上去的呢？属猴的呀，这是。让我看看。 要这江湖有江湖的味道了啊！是云奇吗？三哥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好，特别好，你来了就更好了。